资讯早知道第五小快报，大家好呀，我是你们的大男孩哥哥。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两个图片呀，哎，看到了吗，小伙伴们，这两个呢不是新的监管者，也不是新的穷者，而是两个管家。说到管家的话，很多小伙伴不知道管家是怎样情况下才会出现的哦。那我们今天来说一下归宿系统的管家系统吧。说到管家的话，相信大家应该也不陌生了，那就是我旁边的这位秃顶那个短发老大爷。当我们点击老大爷手中的餐盘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看到相对应的归宿系统的照片了。那监管者的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哎，看到了吗，小伙伴们，就是这个长得有点身材佝偻又黑皮肤的一种形象了。但是很多小伙伴都在问我说，大脑哥哥，我为什么从来在组队的时候没有出现过管家呢？那是因为你要出现管家的话，首先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呀，那就是你要有归宿系统的魅影古堡，或者是以后的沉默宫殿了。刚才我们看到的两个管家呢，都是魅影古堡归宿自带的管家，那么这两位新的角色就是新的沉默宫殿归宿系统的两位新管家了，一个是穷者的沉默的侍女，一个是监管者的沉默护卫。当然了，也有小伙伴们说，哎，大脑哥哥，为什么我已经有了这种归宿系统还是没有出现管家呢？那是因为在你所在的队伍里面有其他人的归宿分数比你更高，管家出现的标准就是以谁的归宿系统分数最高就出现谁的管家，这样小伙伴就明白了吧。然后我们言归正传，说一下两个新的管家形象。这两个管家形象呢，好像和沉默的宫殿后面的这个大的池塘啊，就是鱼景呀，还是非常的应景的，有点类似于海洋生物。特别是监管者的沉默护卫呀，我总感觉好像在西游记里面见过这种虾兵蟹将，知道有没有小可爱和我一样的想法呢？而且我们看一下穷者管家手里面端了一个盘子，盘子里面盛的好像是珍珠吧，这两个形象也比较的有意思，一高一矮。也有小可爱说呀，大脑哥，你看这两个监管者好像稍微有点恐怖吧，不会被和谐吧？这两个监管者恐怖吗？不会吧，那我们换一种打开方式啊。新管家的打开方式，大佬来吃药。我怕是活不长了。大郎休这样说，吃药吧。好啦，小伙伴们，所以说你们都已经入手过沉默宫殿归宿系统了吗？这两个管家感觉怎么样呢？感谢关注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加收藏，我们下视频见了，拜拜。